黑大家，我是双恩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可以透过积分换取礼品卡的 APP PayMobile。 我们只需要下载试玩安装就可以获得积分，获取的积分呢可以直接兑换等值的 PayPal 或者 Steam 先进礼品卡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想要尝试的观众朋友们呢，可以到影片下方链接下载。那这是一则赞助影片，这款软体呢目前只支援安卓，不支援苹果，并且呢它只有英文版哦，并没有中文版。那我会接受这则工商呢，主要是对方的接洽人员他们的态度真的是实在非常好哦，让我觉得这个公司呢也是非常专业的。那接着我们大概浏览一下这个界面，荧幕最下方呢有四个分页，目前我们到的这个分页呢就是最多人下载的游戏。如果想要看看呢目前世界各国最热门的安卓手机是什么呢，也可以到这边看看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四个分页的最右边那页有一个钱的标志，那边呢就是目前主要在推广的项目，只要我们达成这个推广项目里面的条件呢就能够获得积分。那积分呢就是我们用来直接兑换礼品卡的积分哦。赚取积分的手段呢有很多，下载游玩呢可以直接赚取800分哦，是最多的方法。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遍，选好我们要的游戏呢直接按起安装等待下载，下载结束之后呢我们马上开玩。我们下载这个呢叫做糖果什么的，这个游戏相当难哦，完全不知道它的初装个 LE。 如果知道观众朋友们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现在我们开启连招，给他一个一技能一个二技能，就一个大招，就是因为抽取结帮珠宝赢了这场游戏。在我们回到我们的 PayMobile APP 就可以看到呢，那个图示变成橘色了，变成一个 cram， 就是领取的意思。这样就成功获取800分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到影片下方链接下载。最后呢也非常感谢 PayMobile 找我合作推广。那我是双恩们，下次见，拜拜。